其实宜兰可以说是台湾的缩影，因为台湾有的东西大部分都可以在宜兰找得到，例如说它的高山、湖泊、森林、海洋、海岸线、民俗风情、人文景观、渔港都有，各种不同的季节有各种不同的景观。我们从盐业温开始可以看到太平山的雪景，六七月份的时候又有可以看到海洋景观，龟山朝日又是特别的漂亮。你可以看到深入民间，然后那种乡下的自然景观的话，那是别个地方找不到的。所以说不同的季节在宜兰县呈现是不同的景观，而且它是非常迷人的。